你知道张志磊世界排名第几吗？张志磊目前世界排名第四。张志磊多大年龄？张志磊是1983年出生，年龄40岁。当时他曾经说过，年龄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。张志磊的胜率有多高？张志磊他的战绩是27战25胜，其中是20次 KO， 胜率是达到92%， KO 率达到74%。张志磊一拳有多重？张志磊一拳是862磅，也就是872斤。张志磊的身体素质有多强？张志磊的身高2.01米，体重250斤，臂展210厘米。他的重拳极强，所以说 KO 率非常惊人。张志磊的命中率有多高？和乔伊斯二番战，总共出拳104，命中38拳。张志磊是最能打的亚洲人吗？没错，张志磊他是第一位在重量级比赛中获得金腰带的亚洲人。张志磊的出场费有多少？他的出场费是50万美元，但是还有 PPV 分成，大概有130多万，总共是大概有人民币1300多万。张志磊打一场比赛要多少钱？和乔伊斯二番战总共是用了60万美金，但是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，因为张志磊说过，他的比赛打完，奖金全部分给了团队，因为他觉得这都是团队所应得的。过渡拳王是什么意思？正式拳王不想打这个温饱战，于是组织就把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两位拳王让他们参加比赛，胜者的话将获得过渡拳王金腰带，到时候过渡拳王再向正式拳王挑战，这时候正式拳王就必须接受挑战。现在最强的正式拳王正是泰森弗里，而张志磊也是向这个泰森弗里发起了挑战，就看这个泰森弗里敢不敢接招了。